Hello, testing, testing， 所以你们可以开始回答。喂，老师早安。啊，早早。好，这个礼拜的话呢，我就是不打算讨论作业了，因为毕竟我们的那个假期是从星期五那边开始。OK， 我们星期五那边，就是应该是放假了啦。哦，所以那个 Bio Chapter One 的那个作业啊，所以你们可以在假期的时候就是搞定它了啊。OK，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会进入那个 Chapter Three 的那个 Coordination and Response 啊。哎，好，所以我在等奇人一下啊。老师早安。早早。那个宝可梦。OK， 所以所以我就不拖那么久了哦。OK，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进入就是那个上一次停留的那个部分啊。OK， 所以呢，上一次停留的那一个部分呢，也就是说上一次我有讲到就是关于到脑部了哦。OK，human brain， 然后呢 ，human brain 了，再接下来就是说我会介绍一些关于到neurons 的那一个种类啦，好，所以我们 neurons 的话呢，我们就是会有分为就是 afferent、efferent 跟 inter 啦。可是呢 ，afferent 跟 efferent 这两个的话，有时候考试它会换一个名称。OK，afferent 呢就是 for 那个 sensory neuron 哦 ，efferent 的话呢就是 for motor neuron 啊。OK， 所以有时候考试它会换另外一个名称啊 ，OK， 所以就是 afferent 就是 for sensory，OK，、okay? 然后呢就是 efferent 的话就是 for motor neuron 啊 ，OK， 所以请记得这一些哦。好，然后呢再来就是那个 interneuron， 所以 interneuron 的话就是负责连接那一个 afferent 跟 efferent 啊 ，OK， 它通常都是可以在那个CNS 那一边，就是神经中枢那一边找到的啦。好，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话就是昨天呢就是会有讲到那个 parts of 那个 neurons 啊，所以抱歉啊，所以呢那个 parts of neurons 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图片哦，所以呢那个 parts of neurons 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有细胞体咯，有吗 cell body 哦，然后当然它就是会有 dendrite 啊。OK， 因为在我们之前综合科学的时候，就是会有学到突起这个东西。OK， 突然的突，然后起来的起。OK， 突起。哦，所以呢，这个突起的话呢，它就是会分为 dendrite 树突跟另外一个比较长的，我们是叫做轴突啦。OK， 树突的话是会比较短，轴突是会比较长。哦，只是呢，这两个的话，它们的 function 是会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一个的话呢，就是会有给到你们一些些比较 short form 一点的 function， OK， 比较 short form 一点的 function。所以 dendrite 的话呢，它就是要 transmit impulse towards cell body 咯，就是说从其他的那个 neuron 那边传那个 impulse 进去那个 cell body 里面啊。然后呢，再接下来的话，就是说那个 axon 的话呢，它就是会负责把这个 impulse transmit。Away from cell body 啦，明白吗？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哦 ，axon 的话呢，它
他的那个 characteristic 啊，哦，他其实就是四周围呢，他会被那个 myelin sheath 包围着啦。OK，myelin sheath 的话呢，它其实是一种的 protein 跟 lipid 的结合体。OK 吗 ？myelin sheath 它就是 composed of protein and lipids 哦，所以呢，它就是包围着那个 axon 啊，只不过呢，它没有完完全全包着。OK 吗？Myelin sheath 没有完完全全包围着 axon， 而是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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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一个节一个节一个节，所以呢，之间你可以看到它那一个一节之间啊，它就是会有一个空间，所以呢，它也有一个名字，我们是叫做 nodes of Ranvier，OK、okay、吗？所以它之间的空间呢，我们可以称之为 nodes of Ranvier。OK 吗？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所以我要重复多一次哦。Axon 呢，它就是被 myelin sheath 包围着。myelin sheath 的话，应该是在你们初中里面是没有学过啦。OK，myelin sheath 就是在我们初中里面是没有学过啦。好，然后再加上 nodes of Ranvier 也是一样，初中也是没有碰过的。所以呢，高中的话呢，这一个神经元的话，你会碰到就是这两个新的东西啦 ，myelin sheath 跟 nodes of Ranvier。哦，所以呢 ，myelin sheath 就是负责 supply energy for axon 哦，对吗？因为那个 myelin sheath 呢，它四周围就是会有那一个我们所谓的 mitochondria， 对吗 ？mitochondria 就是在它四周围，哦，所以呢，它就是可以放那个 energy 进去里面，哦，然后呢，再接下来的话，它就是要负责 insulate and protect axon 啊 ，OK，insulate and protect axon 啊。所以呢，它就是不要让里面的 impulse 到处乱跑 ，OK？ 所以呢，就是要避免那个 impulse 跑出来。只是呢，这一个中间的那一个 nodes of Ranvier 啊，它就只是要纯粹 speed up 那个 transmission 而已 ，OK 吗？它就只是纯粹要 speed up 那个 transmission。所以它要怎样 speed up 呢？我还有另外一个图，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如果呢，哦，你有玩有一个 game 啊。就是叫 Mario 啊，还是什么的话，你可以看到呢，哈，它的那个 impulse 啊，它每走一次呢，它就跳一下，每走一次就是跳一下 ，OK， 就是走 shortcut 啦，就跳过、跳过、跳过咯。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哈，一直每一节它就是 impulse 可以一直跳，走走走又跳，走走走又要跳。所以呢，你可以看到那个 nodes of Ranvier 它的 function 就是要 speed up 那个 impulse 的 transmission 啊 ，OK 吗？所以 impulse 就是我们的那个信息哦 ，OK， 就是你的 receptor 被刺激了，它产生出的那一个所谓的信息 ，OK， 只是呢，它不像跟我们的 messenger 啊，还是 WhatsApp 一样会出字出来，不是，它的信息呢就是 in the form of 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 voltage 而已，啊，或者是我们叫 potential 啦 ，electrical potential 来的 ，OK 吗？它就是一种的很微的电啊。哦，所以呢，这一个的话就是 stand 啊，就是我们的那一个 neurons 的部分啊。哦，所以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哦，这一个的话就是昨天就是有啊，不是昨天啊，前天就是有讲过的啦。OK 吗？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就是一直 zoom in zoom in zoom in 哦。哦，所以本来就是从Nervous system 那边看起，然后呢，再 zoom in 就变成我们有 CNS 又有 PNS 哦，然后再 zoom in 的话，你就会看到 neuron 这个东西啦。哎 ，neurons 呢又再 zoom in， 你就会看到这一些 myelin sheath 啊、nodes of Ranvier 啊、axon 这一些咯。OK 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直 zoom in 就对了。OK 吗？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这个的话，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 proceed 就是接下去就是那个 spinal cord 那一边啊 ，OK 吗？所以有什么问题吗？所以呢，那个 impulse 啊，你不要，它就只是 seems to jump across 啦 ，OK， 它就是 jump across 啦。哦，只是呢，你们解释的话不用写 jump across 啊，你们就只是写 nodes of Ranvier， 它就只是要 speed up impulse 的 transmission 就 OK 了。你不要写一直跳跳跳跳跳啊。不然的话，考官根本都不明白你在讲什么东西跳，明白？所以不要写跳啊，不要写 jump 这个东西啊，你就只是写 speed up 就 OK 了。只是呢，事实上
它的 impulse 就是跳了啊。OK， 只是呢，你不要写跳了啊。OK 吗？所以有什么问题吗？哦，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是接下去就是今天要讲的那一个课程哦，对吗？所以呢，哦，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 proceed 啊。所以这个 neurons 那些的话，我就不讲那么多了啊。OK， 因为毕竟就是在你们课本里面，你们课本是可以 highlight 的啊。只是呢，哦， before 我 enter 就是 spinal cord 之前呢，你可以发现到那一个 neuron 啊，哦，其实呢，哦，他们 transmit 那个 impulse 的时候啊， OK， 尤其是呢，哦，比如说这个例子，就是这一个图，哦，后面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效应器。其实呢，哦，不只是一条的 neurons 而已， OK， 它就是会有连接很多条的 neurons， OK， 他们就是次序的排列在一起的。对吗？它并不是只有一个 neuron 哦，它就是由很多个 neuron 组成的，对吗？它就是由很多很多 neurons 组成，直到到我们的那个效应器啦，比如说这一个例子啦。OK， 所以呢，再提醒你们多一次哦，这一个例子呢，其实是一个 motor neurons 啊 ，OK， efferent neurons 来啦。哦，我们课本提到的例子啊，全部都是 efferent 的 neurons 啊。OK 吗？全部都是 efferent 的 neurons 啊，因为 efferent 的 neurons 会比较容易解释一点 ，OK 吗？会比较容易解释，也比较容易画啦 ，OK 吗？所以记得啊，我们的课本呢，它用的是 efferent neuron 啊 ，OK。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会有 sensory neuron，sensory neuron 它的 cell body 就是在旁边哦 ，OK。然后至于 inner neuron 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它是没有，它就是。它的 axon 是会比较短，对吗 ？Inner neuron 它的 axon 是会比较短啊 ，OK， 所以它就是一粒罢了。哦 ，OK 啊，所以呢，我们再接下去啊，再 proceed 就是接下去的那一个部分，也就是说 spinal cord 那一边啊 ，OK， 所以呢，哦 ，before 我们进入那个 spinal cord 之前呢，哦，我们都懂，想给我关掉一下。哦，我们都懂了哦 ，spinal cord 的话呢，它就是 under 我们的那一个 CNS 那边 ，OK 吗？所以呢，哦，我们都懂了，在一个 nervous system 里面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区分为一个是叫做 CNS central nervous system， 另外一个就是叫做 PNS 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 这里少一个 I 啊，也不是 per peripheral 啊，少一个 I 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central nervous system 呢，就是中间的，就是 brain 跟 spinal cord， 对吗？所以呢，我们就是看 spinal cord 的部分哦。OK，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spinal cord 的部分啊。所以呢，哦，如果 spinal cord 啊，我们一直都是讲脊髓、脊髓、脊髓，只不过脊髓里面它到底有什么东西呢 ？OK， 脊髓里面它到底会有什么东西呢？所以如果我们切割起来看的话，脊髓呢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形状，对吗？脊髓呢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形状，就是说我们从上面看进去的话，因为我们从侧面看的话呢，它就是一条，对吗？我们从侧面那边看的话，它就是一条长长的东西。只是呢，如果我们切掉了，然后从上面看下去的话，你就是可以看到这样的 structure， 对吗？这个是在你们课本里面的咯。从上面看进去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 structure 啦 ，OK， 这一个 structure 哦。所以呢，哦，首先我们的 impulses 会经由 afferent neuron 进去先，对吗 ？afferent neuron 会带我们的 impulses 进去那个 spinal cord， 所以一旦那个 impulse 一进入那个 spinal cord 之前呢。OK，spinal、okay? cord 那一边它就是会有那个所谓的 inner neuron 来接应它，对吗？所以呢，这个 inner neuron 啊，它 either 就是直接把那个 impulse send 去上去我们的大脑，然后又回来，然后又从 efferent neuron 出去，或者是呢，它就是不 send 去大脑，它就是越过。OK， 至于越过的话呢，那个是过后才来讲啦、啊，因为通常你的 impulse 跳过大脑的那一个分析的话呢，通常那个是 for。反射动作啦 ，OK， 因为如果你要把那个 impulse send 去大脑，然后又从大脑回来的话，其实是会用几秒的时间 ，OK，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早就已经死了，来不及反应了 ，OK， 所以呢，那一些反射动作呢 ，reflex action 呢，通常都是要跳过大脑的分析的部分 ，OK， 它就是直接越过咯，
就是在 spinal cord 一过 in the neuron， 它不去大脑了，直接过了。哦，那个是 for reflex 啊，只不过呢，这一个部分过后才会讲啊。只是现在的话呢，就只是要纯粹告诉我们 spinal cord 里面到底会有什么东西啦。OK，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呢，哦，就是说那个 afferent neurons 啊 ，OK， afferent neurons 那边呢，哦，它其实还有另外几些 parts， 我们叫做 dorsal root。当然，它的那一个 afferent neurons 哦，刚才我就是有跟你们讲过吗？哦，或者是上一次有告诉你们，哦，那一个 afferent neurons 它的 cell body 是在旁边的，对吗 ？afferent neuron 或者是 sensory neuron， 它 cell body 会在旁边。所以呢，它的 cell body 在旁边的话呢，如果它到达那一个 spinal cord 的话，它的 cell body 就是会累积变成一个我们叫做 dorsal root ganglion， OK 吗？这个 dorsal root ganglion 呢，它其实就是一个 cluster of cell body， 就是说 cell body 的集合体。哦，因为那一个 afferent neuron 或者是 sensory neuron。它的 cell body 是在它的旁边的 ，OK， 在它的细胞的旁边的，所以呢，你每就是很多条 neuron 组成在一起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它就是有很多个细胞体会挤在这一个范围里面，所以呢，我们就叫做 dorsal root ganglion 啊，对吗？它就是一个 cluster of cell body 咯 ，OK， 只有 dorsal root 那边是比较特别而已啦。OK， 只有 dorsal root 那边是比较特别，因为原因呢就是它装着 afferent neuron。只不过呢，当它一到达那个中间的部分啊，因为我们 spinal cord 呢其实是有分为灰质跟白质这个东西 ，OK 吗？我们的 spinal cord 就是会有分为灰质跟白质。灰质的话呢，就是会 contains cell bodies。然后白质的话呢，就是会 contains 那些 myelin coated axons 哦，因为 cell body 呢，哦，它里面就是会有那些 cytoplasm 啊，很多东西跟 organelles， 所以挤在一起的话，它会显得整个范围就是会变成灰色去，所以我们才叫做灰质咯，那个东西 ，OK 吗？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哦，至于那一个白质的话呢，是因为它只是纯粹有 axon。然后再加上 axon 又被这一些 myelin 包着哦，所以呢，它就是显得比较白色一点啊。好，然后中间就是灰色咯，因为它就是有很多 cell bodies， 尤其是 interneuron 很多在里面。OK， 所以呢，它就是会显得灰色啦，所以我们才称之为灰质，明白吗？灰色的灰，质量的质啦，灰质。白质的话就是白色的白，质量的质啦 ，OK 吗？这里，然后呢，过后 ，lastly， 它就是会从 efferent neuron 出去咯，所以这里的话就是会有一个 ventral root 啊 ，OK，ventral root 装着 efferent，dorsal root 装着 afferent 啊 ，OK 吗？这里，所以这一个图的话呢，其实一个图就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了啦。好，一个图的话。它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很多东西 ，OK， 因为毕竟你的那一个课本我知道有很多个字啊，所以呢你就是看着这一个图，所以就记得 dorsal root 就是装着 afferent， ventral root 就是装着 efferent 啊，所以当然 spinal cord 呢它就是会有灰质跟白质咯，灰质的话就是蝴蝶形状咯，中间打叉好像蝴蝶这样的形状啦，白质的话呢就是它四周围的范围，我们都叫做白质啦。OK 吗？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 ？OK 吗？好，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再接下来另外一个 slide 啊，比较 colorful 一点。所以呢，哦，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 slide 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灰质跟白质，它就是这样的颜色咯，大概是这样的颜色啦。OK，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灰质的话很容易认得，因为它就是灰色，对吗？哦，这个我不能改啊。然后白质的话呢，它就是白色的那一种啊。然后当然 ，dorsal root 那一边的话，它会有多了一个 part 叫做 dorsal root ganglion 啊 ，OK 吗？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这一个是一个 pathway 来啦，就是说我们被针插到，被针插到了，所以呢，我们的那个 pain receptor 就是会被刺激到，然后呢，它就是会 send 那个 impulses 过来，
所以呢，这一个呢，其实是一个 reflex action 哦，所以它就是 impulse 没有去大脑了，它直接越过那个大脑，从那个 spinal cord 直接到那个 efferent， 然后呢，就去我们的那个消音器那边，所以呢，你就会很快速的把你的手弹开咯，这个就是我们的反射动作啦，哦，所以呢，那个反射动作之所以会很快，是因为它没有去到我们的脑部那边。如果我们又要去脑部的话，你早就已经完蛋了，对吧？因为来不及反应，哦，你会就是 lag 了那一个一两秒，那个一两秒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也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对吧？所以呢，那个 reflex action 就是因为它就是这样，所以它才会越过那个脑部的那一边哦，对吧？所以只是 reflex 那一边就是过后的啊，所以我这里呢多多少少会有提到一些啦。如果再更加 specific 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咯，哦，旁边就是我们的脊椎骨，对吧？四周围那个有孔有洞的，对吧？你可以看到啊，有一粒粒粒粒洞的话呢，旁边就是我们的那一个骨头，对吧？脊椎骨 ，OK。然后呢，你可以发现到后面尖尖的啊，就是我们的背后，对吧？尖尖就是在我们背后，这个前面的话呢，比较平滑的，就是在我们的胸膛那边。对吗 ？OK 吗？所以呢，哦，就是说尖尖的，就是在我们的后面；圆圆的话呢，就是在前面啊。然后呢，中间卡着就是我们的 spinal cord 哦。看到吗？所以呢，我们就是切一半，然后直接从上面看下去了。所以就是得到刚才我们这一些 structure 咯，对吗？因为它四周围其实就是被骨头包着的，哦，所以这个是会比较 specific 一点啊。OK 吗？可以吗？有什么问题吗？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说 located within vertebral column， 就是我们的那个脊椎骨那边，它中间其实是有一个 space 的哦，有一个空洞的，然后呢，里面就是装着 spinal cord 哦，然后只是呢，那一些 spinal cord 它其实就是会被这些 cerebral spinal fluid 包围着了啊 ，OK。所以这些 fluid 包围着，然后当然 spinal cord 里面它就是会 consist of white matter and gray matter， 对吗？所以呢 gray matter 呢它就是 cell bodies of neurons，哦，就是说有很多 cell bodies 在 gray matter 那边， white matter 的话呢就是 myelin coated axon 啊，对吗？所以它才变成白色咯，灰色呢是因为是 cell body 累积在那边啊，哦，尤其是Gray matter 那边呢，你可以找到一大堆的 interneuron 在里面。OK 吗？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 ？OK 吗？还有什么问题吗？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再 proceed 哦。OK， 所以呢，在这里的话，这一个章节呢，哦，就是跟之前的那个 chapter 1一样，有很多个名词要你们去背。OK， 有很多个名词要你们去背，所以呢，我就是讲强调了，就是不要 last minute 啊。OK， 能的话呢，就是尽量去读咯。啊，所以因为这一课呢，哦，不只是这一个 part 而已哦，接下来的 part 呢，还有很多名词要你们去背。啊 ，OK， 所以呢，这一个的话，你们要记录下来啊。只是呢，那一个 SBM 的话啦 ，SBM 的话呢，它是不会那么为难你们。你多多少少呢，你都要知道 gray matter、white matter 是在哪里啦 ，OK。然后呢 ，efferent 就是在 dorsal root 那边 ，efferent 就是在 ventral root 那边哦，对吗？多少呢？你要懂这些东西啦，对吗？然后剩下那一些比如讲那个这个 part 啊，就是说 surrounded by cerebral spinal fluid 啊，那一些啊，其实是很少问的，对吗？他其实很少问这个东西。或者是呢，他又会，他有没有，他也是很少去问 gray matter 里面到底有什么，啊，或者是 white matter， 很少问，啊，比较大部分呢就是要你们 list gray matter 在哪里 ，white matter 在哪里，或者是 efferent neuron 在哪里 ，efferent 在哪里咯，这一些啦 ，OK， 所以呢就是并不是要你们全部背完了，就是尽量哦，连一些重要的你要懂就可以了 ，OK 吗？所以因为我们的 meeting 还剩下少过一分钟的缘故，哦，所以可能分分钟钟就是会
断开哦，所以就是先在这里提醒一下，对吗？哦，所以呢，这一个就是我们 spinal cord 的那一个 function 哦。所以呢 ，spinal cord 的话呢，它就是负责要 process certain sensory information， 给 send out response via efferent neurons， 或者是呢，它就是要把那个信息传去给大脑，或者是从大脑回来。然后呢，我们的 reflex action 并不是脑部那边控制哦，其实呢是 spinal cord 那边，对吗？所以我们呢，如果要讲一些就是什么东西会 involve 在 reflex action 呢，通常都是讲 spinal cord。不是 brain， 因为那个 impulse 没有去到 brain， 它就只是在 spinal cord 那边转一绕，然后就出来了，对吗？所以那个 impulse 并没有 send 去 brain 那边，它就是绕一个圈，